癌症十大死因的第一位。最近更有研究报告呼吁大家重视 PM2.5 细悬浮微粒对于肺脏的影响，因此呢，预防胜于治疗，台大医院竹东分院引进微浮雷射这个电脑扫描仪，辐射量减低了，还可以精确的筛检肺癌。医师说，早期发现5年内的存活率将高达80%。透过企业的赞助，现在更举办万人评价筛检，建议肺癌的高危险族群，45岁以上，还有抽烟习惯，或者是长期暴露在 PM2.5 环境当中的人，可以踊跃参与。这里是新竹县最新的健康健检中心，而完善的设备以及舒适的环境，让民众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饭店般的舒适感。台大医院竹东分院的东健康健检中心正式开幕，宽敞舒适的空间一共有9个休息室，每间都配置可以移出99.5%以上的空气滤清器，全自动感应式卫生设备，让来检验的民众在最隐私又舒适的私人空间中进行检查。我们用的是 3T 的 MR， 用2567的 CT， 那最好的方式，最好的仪器来对抗这些最困难的疾病，也希望能够及早发现这些重大的问题。同时配置最先进的256切微辐射极速电脑扫描仪，以及全数位化 3T 磁振造影仪，能够提前预防脑中风、心肌梗塞，以及早期发现癌症的健康医疗服务。健康检查把很多潜在病因找出来，而且呢，这种先进医疗仪器降低成本，让更多民众可以受惠啊，这个都是将来应该要去做着重的方向。目前推出万人肺癌筛检活动，每次筛检只需要3分钟，价格更是市面上的1/3，民众只需自费2000元就能让早期肺癌无所遁形。只要是关心健康或自认有肺癌风险的民众，都可上网预约登记，或是拨打预约专线0359568000或0359568001以及0359555559。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关心您的健康。说他想在竹东啊做这个低剂量的肺癌筛检，用这个电 CT 啊电脑断层扫描。那所以刚刚讲的说募款，让这个去扫描的人自己要付的钱可以降低一点，然后用这个募到的钱去支付一部分。然后我当然从这个所谓大数据的角度啊，就很关心说，那你这样子这扫描出来哈，到底有多少比例啊是有这种类似肺癌的迹象？大概您这边说32人里面3个人，或是5%哈，其实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数据哈。所以我序里面写到，就是说，所以我后来想到说啊，那现在我们政府面临最大的挑战呢，是有些地方啊，像中部几个县市啊，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些人就说啊，他们整天生活在这个不干净的空气里面啊，健康受影响啦，等等等等。那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到说，可不可以用这个低剂量的肺癌筛检去做点事情？这个是大概我序里面写到的这阶段。从健康做起，那其实也让人民比较安心。那不是光拨一笔经费下去。我们再次谢谢张院长给我们这本书加持。那请两位先稍后，我们同时请我们的何执行长、马董事长以及林总经理，我们是不是上台？我们一起健康不生病，生只生小病，小病不变大，大病不致命。谢谢各位，请看向前方。好，请看向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也有一些摄影大哥。好，请看向我们的右手边。谢谢我们台上所有的贵宾，谢谢张院长，谢谢何执行长，谢谢马董事。What will your last 10 years look like? Will you be quick enough for a game of tag with your grandchild?
strong enough to embrace every moment. Will you grow old with vitality? Or get old with disease? It's time to decide. The average Canadian will spend their last 10 years in sickness. Change your future at makehealthlast.ca. What will your last 10 years look like? Will you be quick enough for a game of tag with your grandchild? Strong enough to embrace every moment? Will you grow old with vitality? Or get old with disease? It's time to decide. The average Canadian will spend their last 10 years in sickness. Change your future at makehealthlast.ca.